老板，把这些打包，就这些了啊，拿下，看看好兄弟的店，真多硬货啊，这些都是高位接的吧？还好。成交价多少钱？哦，是3万多，单表。几家？我会能，修仇大师，约会，天使丹顿。其实这边有意思，来，这是什么？玩偶系列的啊，对，拿出来看看，你弄去，它会动哦。它底下有个开关，开了它就打开。它这里有一只5700钩，可惜它是白面的，白面它就不能配金带，因为没有这一款。5702，其实这一块好着，2640405，对，2640405这块好。我有个客户订的是2019年全套的，可惜你是单标，这块也好。卡地亚的大象原装，拿出来看看吧。这个现在应该是全中国唯一一只在流通的是吧？而且这个就是最后的一只50只啊，第50只。嗯，这多少钱呢？这个你都知道了，我不是给你那个吗？那现在可能有变化吗？可能你想亏本卖嘛，对吧？44左右啊，因为之前操作过这一块，可是没操作掉。我们俩你还不清楚吗？因为我也得假装一下不知道，那你说一下，可能你会便宜一点。绿鬼。二代绿鬼还有可多只了，有喜欢的就直接带回家。大哥，生意好不好？做，谢谢。那就我等一下看选一下，如果我喜欢的价格合适了，我就带走。可以，好，好嘞。选一下。那我先换在这，买点吧，把你的盘子拿出来。那大师，这就是我们好卖的款。12633是吧？没错，玫瑰金的。对，把伯爵拿出来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也拿出来，把我们好卖的全部打包。来，大象再来一下吧，直接买了，让它骨折一下。405，5268，5068会不同的，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小多了啊。嗯。其实这个好，这个老款的白金的，这个什么型号？5396好像是。5396。这些是老款的绿内瓦的标，上面拉定一下，就这些了啊，拿下。这些也得大几百个。那肯定的，老板把这些打包，在这等一下我的客户。